车的朋友，请戴上你的墨镜。今天是荧幕情侣的专场。他竟然还可以趁乱告白，一见钟情，他还用小钟。哎，他是我的，今天送你无偷开天，就特啦。接下来欢迎大来宾纪晓君。最近是不是有要出新唱片？你不要说演唱会，你音乐都没有拿来的原创费。不要那么悲观，你不唱歌，你还是个人吗？